海蒂戴安娜齐做时尚 icon。佢哋唔止戴埋同一只订婚戒指，连品味都差唔多。英国时装网站访问咗2000人，结果佢哋两个都当选做时尚 icon。网站话佢哋两位好清楚自己啱着乜嘢衫，同埋乜场合着乜嘢衫，由踏入礼堂嘅婚纱、皇室活动，甚至系大肚潮 look， 贯彻典型英伦风，仲次次都令人咁惊喜，带领潮流，赢过晒佢哋呀！至于佢哋就系永恒不变，都系潮流 icon。但系最意外嘅就系一向端庄 look 嘅铁娘子都打入十大，佢嘅品味成为典范。